大家好，我是卢先明，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。这件作品是金昌烈大师的作品，他的作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闻名世界，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仰慕的大师，很不幸他已经离开我们。这个展览的这件作品还是非常的完整，而且有气势。完成在他八十几岁的时候，他还可以做出这么精彩，然后让人这个折服的作品，个人觉得非常开心。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来欣赏这样一个精彩的展览。